你这么做很危险，而且不论你耍多少小聪明，洪子杰最终都逃不出去。但这一次不一样，这次的危险不在外面。 什么时候出发？一个小时之后。这次行动会很危险吗？我按照齐队长的指挥执行任务。齐连成有没有跟你说过，不希望你参加这次行动？你怎么知道？他刚才来找过我了。所以你也是来阻止我的？我是想来告诉你。 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你想多了，只是一次任务而已。我一直在找我心中所谓的答案。我走了很远的路，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答案在我心里渐渐清晰的时候。 压得我喘不过气了，真的太沉重了。我没有想到，我知道答案的时候，就是我和你诀别的时候。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恳求。 山高路远，多加小心。出发。是，是啊。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个人没到。报告。刘专员，这是什么意思？孙家干跟我这么多年，没有打过什么仗，我让他跟着特战队出去历练。这是军事行动。 岂能如此儿戏？我们都是军人，参加军事行动，能叫儿戏吗？师长，多一个就多一个吧。出发时间已经到了，既然您让我当这个队长，应该信任我。齐队长，那就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報告いたします。私の部隊はすでにご命令通りに集合しました。いつでも明春橋へ出発できます。報告いたします。私の部隊もすでに準備できました。将軍閣下のご指示を待ってます。紆余曲折を経たが、天網計画がついに日の目を見る時が来た。総司令部からの命令により、 中国遠征及び米連合軍を徹底的に殲滅すべく総攻撃が間もなく開始される。今回の総攻撃が最重要であ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各部隊各々 心に刻んでおいてほしいことがある。
総攻撃が始まる前は絶対的に秘密裏に動き、中国部隊に知られてはならん。備えあれば最後に相手の不意をつくことができる。やめな。はい。待ってるか。君が敷いた各機密防衛線の配備は終了したのか。将軍閣下、総攻撃前に中国軍の奇襲と扇動を避けるため、すでに命令通りに。ここ、あとここ、ここおよび妖怪通路火力送信網を構築しました。原地休息。你这还多远呢？啊，就这么一直跑下去啊？孙助理啊，我看你这军事素养还是有待提高啊。我们这才跑了多远呀？这才是整个路程的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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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哎，你要是真跑不动了，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啊，顺着原路往回跑，啊！按原计划执行，原地休整。妙山橋、今回の総攻撃の要となる場所だ。ただ、私が唯一懸念しているのは、以前あったように中国軍隊が特戦隊を我が防衛区域に潜入させ、偵察と破壊を目論んで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だ。将軍閣下、小龍川での戦闘を経てから特戦隊は活力を損なった。だから今日に至るまで戦闘力が整えてません。中国にはこんなことわざがある。注意深く不可達や万年持つ。小心、慎重、万人闯。備えあれば憂いなしということだ。大胆に予想を立ててみろ。お前だったら中国特戦隊はどの道から来ることを選ぶ？特戦隊と何度も手合わせした経験から判断して、奴らが潜るとするなら、狙いはきっと明山町だ。東宮から一番近い。ハイプは山からは隠れやすい。東野、そして海馬さんか。では。最終的にお前はどっちを選ぶと思うんだ？私が思うに本山じゃなら、ハイプワシャンを。通ると思いますけど。洪队长，下一步特战队行动方案，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要去的明山桥，走铜谷这条路最近。你怎么看？不走铜谷。你是怎么想的？铜谷虽然离得最近是条捷径，可是两山夹击，鬼子容易设下埋伏。一旦我们走进去，可是海波山虽然绕一大圈，但是地面开阔，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佛山最安全，谁最安全？洪队长，是你个人最安全，还是我们大家安全？你不会是想借着这个绕路的机会溜之大吉吧？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溜之大吉呀？你自己怕绕路跟不上，你就直接说。 我觉得洪队长的建议不错，敌后执行秘密任务，安全第一，懂吗？吴大民，你给我闭嘴！我没问你们两个。洪队长，如果我坚持己见，你不会反对吧？你是队长，我听你的。 孙家干那小子长得贼没出息的，指定是一肚子坏水啊！你得提防着点他。你这肚子这么大，还能跑得动吗？我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哎，当年昆仑关战役的时候，小鬼子在我们指挥所头顶扔炸弹，好家伙，下雨似的呀！你猜我怎么着？ 我找他一口行军锅，扣在脑袋上，在我们指挥所的桌子底下一蒙，甭说他扔炸弹呀，防他了都伤不了我，肚子大，不是事儿。顾师长在你这样的保护之下能够活下来，真是命大。命大，命大，命大。 真的有什么危险吗？怕危险，就不应该来参加这次任务。我不怕。再说了，这我在你身边，我能有什么危险？我主要是怕你被那个洪子杰蛊惑的改变了计划。我制定的计划，是为了保证顺利完成任务，不会受别人的蛊惑。 也包括你。那就好，那就好。我觉得这儿有点邪门啊，邪门也得上啊。 就是这么没的，实在不行，咱们翻山吧。山那边鬼子一定有布防，可是现在咱们没得选了。听见齐队长说的了吗？没得选。我在新闻负责开播，队长你殿后，你不能第一个。 你来，别看着了，走吧，将军哥哥。 これ全部本当ですか？
東野方向だ。すでに我が軍隊の狙撃兵が包囲すべく向かっている。私自ら部隊を率いて中国特戦隊を殲滅します。ダメだ、大きな戦闘が控えている。こんな特戦隊という小隊ごときに心を取られるべきではない。奴らを防衛区域から追い出せればそれで十分だ。奴らは簡単に諦めない。きっといろんな方法を考えてハイプワシャンから侵入する。安心しろ、海馬山にも徹底した防衛線を敷いた。誰も入ってはこれ。まもなく私も明山橋に視察に行くつもりだ。その時はお前にもついてきてほしい。中国特戦隊以外他には全然興味ないんだな。諸君か、彼はわざと立てつくではなく、ただ私の若い頃とそっくりだ。捡起来，我怕暴露了。哎，那你吃什么呀？我还有。你带的干粮比我们都多，怎么着，亨队长，你要出远门啊？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啊？人家给你吃的，你不感恩不道谢，还胡乱猜疑，有劲吗？这不叫胡乱猜疑，我这叫合理推测。推测？刚饿上那几天，你还有力气推测？你也怕我跑啊？怕，当然怕了。但我过来可不是因为这个，我主要是太烦他们两个了。还有几十里，这到明山桥，挺远的。红谷已经是铜墙铁壁了，不知道海波山鬼子给咱们准备了什么呀？铜墙铁壁就说明这里头有事儿，进去就知道。是鬼子的行军道，下山的方向。这条路不能走了，绕山路。队长，我们对地形不熟悉，我建议不要轻易改变行军路线。我过去，把鬼子引开。不行，洪队长，你一个人去不合适吧？我跟着，你总该放心了吧？那我就更不放心了。你选。我服从你的命令。齐队长，让我跟洪队长去吧。就这么办。走。
洪子杰呢？我们看不见他了。我能看见。那你可把他盯紧了，他要是借着这个机会跑了，你跟我回去可都交不了差。今天这个机会就不错，一会儿借着吸引鬼子，你趁乱就走吧。第一的事儿我替你扛着，你就放心吧。听着，我一个人把鬼子往山坡上引，如果前后的鬼子没有追过来，别着急动手，不能暴露火力，你就等着跟齐队长汇报。明白，你放心吧，我一定把齐连长和孙大刚给挡住。枪啊！这他跑远了，可就来不及了。哎，我让你打洪子杰，你打什么日本兵啊？啊！我要怎么打，用不着你教我。你是怎么想的啊？我让你打死洪子杰，你不能。他只要没跑，就是我兄弟。看他要真跑了，你怎么教他？齐队长，阻击咱们的鬼子都被消灭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走什么？少个人没回来，你不知道吗？人呢？啊，洪队长啊。他刚才跟我说，他把阻击的鬼子吸引到那边的山坡，然后他从那边山下跟咱们会合。镇上说丝毫不能放松警惕。下山。在海坡山的时候，你明明有机会，为什么不跑？我当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俩缠住，以后再找这样的机会就难了。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跑？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洪队长，我你就别瞒着了，我是……哎，你还真不打算跑是怎么着？意识到，你这是在同情共党，你这么做很危险。你要是再不动手，我就自己动手了。孙家干，你听好了，我在临行之前跟刘世飞说得很清楚，如果洪子杰跑，那我一定会开枪阻止。可是如果洪子杰不跑，那就说明他不是共产党，他还是我祁连城的好兄弟。如果有人敢对我的好兄弟放冷枪，他就是找死。难道你没看出来吗？啊，
他看看看，他明明就是想跑。而他现在不是还在吗？洪队长，我仔细想了想，现在鬼子修建的官道都是傍着伊瓦河沿岸而行进，要想到达明山桥，就必须横渡伊瓦河。伊瓦河这边一定还有更多的屯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鬼子的目的就不是守桥了。这座桥很有可能是鬼子向我们发起总攻的运兵通道。谢队长，我建议今天晚上分头行动，彻底把伊瓦湖一岸的对面情况给摸清楚。我同意。齐队长，那我还是我跟洪队长一起行动吧。不行，得换换了。这回我跟洪队长一起行动。继续往前走，把看到的信息记录下来，回去信息汇总。哎，没问题。哎哎哎，我去那边，你呢？我有我的安排。你别。放黑枪吗？你能保证他洪子杰不借着这次侦查的机会逃跑吗？侦查的命令是我下达的，只是完成任务而已。我告诉过你，洪子杰是我的兄弟，就算他跑，这一枪也轮不到你开。还没回来？没有啊，他不是跟孙主……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齐队长，你现在还相信洪子杰不会跑吗？什么？洪队长跑了？我去找找。完了，你还是赶紧想想，回去跟专员怎么交代。队长，你怎么才回来？我发现鬼子车队的阵仗不一般，想贴上去看看，贴不上。安全回来就好。
黄队长，为了安全起见，以后能不能不要擅自单独行动了？是。目前特战队的侦察任务算是顺利完成，证实了明山桥确实早有鬼子的安排，而且有调动部队的迹象。这个情报对于我们玉二师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咱们这次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我们赶紧回去把这个情报交给顾师长，至于他怎么处理，那就不是我们考虑的事儿。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往回撤了吗？这任务完成了，不回去干什么？你怎么想？我听你的。你们这什么意思呀？你们不会是不想撤吧？这任务已经完成了，这还待在这荒郊野岭干什么？那日本鬼子马上就能搜到这儿。你们军统都这么贪生怕死吗？我这叫以大局为重，任务已经完成了，情报如果耽误了，耽误了大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们两个都安静点。有多少把握？我仔细侦查过了，目前附近还没有重兵把守，风险不是没有，但这样的风险对于你和我来讲不是第一次。好，那就这么办。不，你们俩什么意思呀？炸明山桥。啊？先生，防衛区域に特産内に侵入された情報はないんです。ああ、分かったよ。先生、将軍閣下は今日明山桥一帯の防衛状況を検査する。本当に行かないのですか？それは将軍の役目だ、関係ないだろう。私の任務は中国特戦隊を殲滅し、弟の敵を取ることだ。あの人の護衛ではないぞ。はい。三浦先生、他の命令あるか？あ、最近他に任務がなかったら将軍閣下と一緒に軍務の視察してきたまえ。はい、全力を尽くして将軍閣下の安全を守ります。你提的这个行动方案非常可行，徐队长，我可以单独和你说两句话吗？说，徐队长，你怎么会同意洪子杰做这么愚蠢的事儿呢？愚蠢吗？愚蠢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据我所知啊，这个洪子杰他当队长的时候，他就经常违反上面的命令，更改作战计划。你不是都反对吗？那个时候，我不是队长，还不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和肩上那份责任。但是现在我是队长了，我觉得他的选择很正确。是，齐队长。这炸毁明山桥，可以破坏鬼子的作战计划，也可以帮后方的部队减轻巨大的压力。
可是难道你就没看出来，这洪子杰的真正想法，他是想趁着咱们去炸明山桥，他跑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机会，他都没跑，炸一个明山桥，他就跑了。齐队长，我不和你争啊，咱这样，炸了明山桥，咱就撤，怎么样？要怎么行动，做什么决定，不用你来教我。猜的果然没错，这里果然有鬼子，炸不了了，撤吧。这个桥必须得炸了，你们三个在这守着，我去。始终闪烁你的身影，是你把我灵魂唤醒，在一起患难与共，肝胆相印，用生命眷顾生命，用真情互动真情，风雨中我们顶天立地，笑看谁是英雄，黑夜里温暖感动我们